议会决定你我的未来，可你对他了解多少？搞懂议会程序，体验议会魅力。这是大马史上第一次，我来主持没问题。雪州议会议长邓章金重量级主持全中变之青年议会辩论，2012年6月2号下午2点 ，PJ Crystal Crown Hotel 探讨和平集会法令，全程瞩目。我是2012全中变宣传大使严江汉。全中变，跨越看变手转动世界。